Hello， 大家好，我是 Billy Sun PA， 非常感谢您收看我的视频频道。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Toolkit RC 新出品的这款叫做 P200 的这个手掌心这么大小的一个通讯电源。这个这么小的电源呢，只有我的拳头这么大，大家可以看到的。这款电源属于是我个人比较心仪的一款电源，因为毕竟来说，我很希望能够有一款，能够同时支持220伏市电输入和这个直流电源输入的这样的一款电源，然后让我能够随身的携带，然后让我带到任何地方去。来，我们看一下它的后面，上面这里有一个交流的电源插头，它可以给你提供从100伏到230伏之间的交流输入。这里旁边有个小开关，可以让你打开这交流的输入和关闭。下面这个位置呢，是一个 ST60 的接口，它是让您输入一个最高200瓦的7到28伏的直流电源。这个插座非常常见。电源部分呢，它表面上有一个小小的开关，在这个位置和左上角这边会告诉你 AC 交流输入的话最多是100瓦，如果是 DC 直流的话最多是200瓦。然后我们来接个电源看一下吧。好，接通电源以后呢，只要点一下这个圆形的开关就可以打开了。噔噔噔噔，这样就可以打开了，这个界面会比较简单。来，我们把它变焦看一下。这个电源呢，它整个操作来说会比较简单，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最顶上这一行是一个白色，这一条显示的内容是干嘛的呢？就下面这 USB Type-C 接口，它的那个电源状况。中间这黑色这一条呢，主要是电流和电压的一个它的曲线变化吧。然后在下一行的话是电源如果输出以后它输出的时间累计，中间是输出的实时的电功率，右手边这一行显示的是这个输出的电量吧，应该这样说，它的累计吧。然后往下看，分别是有两个白色的，现在因为没有输出，所以它是0000，它们左下角是电流的这个预设，右下角是电压的预设，电流是可以从1安到10安培可以设定，电压呢是从1伏到30伏可以设定。然后呢，这两个按钮它都是3项的，就是可以左右设定，还可以往下按。那如果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旋钮往下按的时候呢，它就会输出，从前面的两个相交接口输出。现在按下去，现在输出是16.8伏。然后现在电流还没有，大家可以看到上面黑色部分已经看到有红色曲线起来了，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再看一下这一部分，就是这个曲线呢，当你关闭了这个输出以后呢，它是慢慢的往下降的，因为里面应该是有电容吧，所以它放电会稍微有点慢。大家可以看到电压是缓缓的往下降的。然后这边是线流，这个旋钮如果按下去以后，就直接就显示下面这 Type-C 的接口，它的相关参数、输出的电流啊、电压呀、以及快充的参数等等等等等等，只要按一下左手边这个电压的旋钮，这些东西都出来了。然后里面的内容会比较详细了，包括快充的方式，它用的是什么协议，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也是这一款P200 它的特点吧，再按一下就可以退出，就是这么简单。其实嘛，这款 P200 它的总体操作是很简单的，像这个电压旋钮，如果我们把它长按的时候呢，它就会进入到 P200 的那个设定菜单。那由于它目前来说主要是考虑到各种因素吧，主要是出口为主呀什么的，所以我们拉进来看一下，它目前来说主要是英文菜单，但这里其实也没什么问题。大家可以看到主要就是一些比如说电压呀、电流啊，它的这个每波动一下它的步进的设定呀，然后下面是这个曲线的反应的时间呀，然后再往下走是如果从这个电源的后面输入这个电池的话，它最低保护电压是多少，对锂电特别有效，这个非常棒。
电压太低，自动就停了。然后再往下看，这边是保护的温度，里面它可以自己去设定，目前默认是70度，70摄氏度就会自动保护了。然后再往下看，是它的那个背光的亮度。那如果你在晚上使用的话，你可以把它设到1，会比较暗一点，然后7比较亮，大家可以自己去调整。然后再往下走，旋转，我们看一下分别是那个 BB 响的那个声音音量、操作的音量什么什么的，还有这个我最想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个叫做 THEME 啊。Temper 它就是一个有一个黑色和白色两个方案，这个非常棒，特别是适合我这种在家里环境是比较幽暗一点的，这个黑色的方案我就超喜欢，可以说是我的心水啊。这个设定怎么说呢，普语不叫心水吧，应该是我的挚爱。嗯，对的，没错。然后再往下走，就是还有一个选项就叫做回到初始化吧，那按它一下就会回到那个出厂的设置。然后呢，它的这个电源开关呢，它也反应非常快，一按就可以开和关了，这部分很方便。 OK， 那这时候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把这个电源把它连接到这个 4S 的锂电池上，作为一个临时的充电器的一种办法。那其实呢，大家都知道锂电池它其实并不是需要一定要专用的锂电充电器它才能充电，只要你知道每一个锂电池的最高的电压是多少，它串接以后的总电压是多少，那比如说这个是 4S 嘛，那我最高就是可以设到 16.8伏，4S 一个 4.2伏，那四个就是 16.8。 然后电流吧，这个电池的话我可以设定到2安吧。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目前来说，它，检查一下16.8伏设定2安的电流，然后呢，目前来说也没有电压和电流嘛，现在因为还没有输出嘛，我们按一下这个电压调整旋钮，它就能够把这个电流输出给这个电池了。大家可以看到，哎，上面这个曲线出现了。是的，红色这个曲线代表的是这个电压，然后因为现在电流很小嘛，这个电池应该是充满的 0.01 安，所以它的那个绿色曲线它并没有起来，是贴到最底最底的位置去的，不过这没有关系，大家知道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再按一下这个电压旋钮，我们就可以停止输出了。大家还可以留意一下，在曲线下面呢，我们可以有这个充电的总时长累计，还有实时充电功率，还有充了多少电能进到这个电池里面的一个累计参数。而且呢，我们可以利用这三组参数呢，可以分析这电池的状况，这些功能都是非常不错的，小细节就可以看出 P200 它的用心。来，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个 P200 的小技巧，就是如果在应急的状况下，你没有电表的情况下，可以关闭 P200 它的这个电源输出，然后把这正负两极连接到电池上，它会实时的显示这个电池的当前的电压。那在遇到需要紧急应对的状况下，这也许就是一根救命的稻草啊！这个功能 PA 觉得很应该跟大家去分享，非常有用，也许某天就用上呢。不要忘记呢 P200 还有给手机或者是笔记本MacBook 充电的这个功能哦。 OK 啦，充满了，就是这么快，这么爽，实在是太棒了。有了维修电源，怎么可以没有一只方便的电烙铁？这时候我就找来了 eDesign 的这一款 TS-80P 的超便携的 Type-C 接口，快充协议的这电烙铁，我设定了380度，现在我按下了它，在几秒钟之内它已经飙升到接近了380度了。我说完这句话，其实它已经到了380度。来，我们看一下屏幕上我们显示的数据，包括了这个 USB 这个 P200 它输出的这个 USB Type-C 接口的电压、电流、时间，还有输出的这个电能，
在野外工作的时候呢，如果用 Toolkit RC 的这个 P200 配合这个电烙铁来用，那在户外检修和维修的时候实在是太方便了。而且它提供的这个 Type-C 的这个能源非常充足，不仅仅提供了维修所需要的电流电压，还可以给我的电烙铁同时留下了一个独立的输出接口，让我可以在野外的时候接这个电烙铁，也可以接手机充电，这一块非常方便。大家可以看到380度一瞬间就达到了。其实大家可以这样理解，一个全协议的快充 Type-C 的接口，再加上可限流限压的可编程的一个这样的通讯电源输出接口，加起来就等于一个双通道的电源，在野外多方便啊。然后呢，到了最后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用现有的 TMB710 配合这个 Toolkit RC P200 这个小电源，它能不能带动这个50瓦的这个标准电台呢？我们来看一下效果是怎么样的。那首先我们设定好这个电压电流以后，然后打开它的输出，对的， OK， 按一下，好了，现在电源已经在输出状态了，打开电台，来我们看一下，目前我们把电流设定到最大的这个10A，然后电压在13.8伏，然后我们通过TMB710把它设定到145的频率和大功率的状态下，我们按一下发射键看一下。按下发射键以后呢，现在电流显示7.多安，然后电压基本上是保持不变的。来，我们再看一下，分开。好，再按一下，7A多，这是在145的状况下，如果在优段的话，电流会更大一点。好，分开，再按一下 ，OK。来，我们切换一下，切换到优段。优段的话呢，它的电流会偏大一点点，大概9A多吧，在50瓦的功率。现在按下发射键，可以看到电流在9A多，接近最大的这个电流限制保护线了已经。大家看到呢，它的400兆50瓦功率已经接近10A了，但是呢 ，PL200 它的余量还是很足够的，实际使用下来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个是可以放心使用的。况且在日常的使用过程之中，一般人并不会长时间的保持50瓦大功率的发射，这是没有必要的。到了节目的最后，非常感谢大家耐心的观看，也希望这次的视频评测能够帮助您找到心中想要的答案。那把美好的73送给各位，这里是 BD7PA， 下次节目再见，拜拜。